经过了12月19号的立法会的选举，现在这组成的这个立法会可以说是完全能确保爱国者治港啊，而且也是有一个非常广泛的代表性，因为它已经是从以前的两个板块，现在是有三个板块，有选举委员会的委员，有地区直选的议员，也有功能组别的，所以我期待未来的立法会是能更代表香港的民意，能更把香港的各方面的意见带到立法会里边，跟行政机关有充分的合作配合，当然也要监督我们的工作，那么为香港市民多做一些有建设性的有发展性的事业。最近的两天，这个美西方有些什么这个国家的什么的这个五眼的联盟，就对我们的选举也做出一些没有根据的批评，所以我认为这个是更符合香港的需要，也更符合香港的实际的情况。也对香港未来的民主的进程，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。